那盒饭只吃两盒半，我没吃那么凶啊。另外的屋是。哎。嗯嗯。在主题考核的训练期间，我们将会进行第二次的排名公布，只有前35名能够站上下一次公演的舞台。 越到后面，这个比赛越残酷。想要准备好这个舞台的那种愿望也会更强烈。我就是要在舞台上扎根。